真正的爱情就像一朵正在绽放的花朵，它开放的地方越是贫瘠，越能显得它格外悦眼。我们的青春不能被青春挥霍，我们的爱情也不能被爱情终结。有时候爱情需要言语，若不能碰撞出爱的奇迹，为何不靠近诉说心意？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传奇，我们拥有人生就应该去书写传奇。爱情像情歌一样，最高境界是余音袅袅。大家好，这里是由追风中药器械洗发露冠名播出的湖南卫视8090，我是主持人曹颖。本节目呢也会通过湖南卫视的新媒体精英网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也要感谢美度 SPA 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节目开始前，还是先欢迎我们的8899，各位好。还有我们的精英老师陶老师，你好。你好，曹颖好。今天来到8090的嘉宾有主持人轩轩、主持人周芷怡、策划人王瑞、购物专家曹雪晴、妈妈观察员袁小林、主持人涂小丁、心理咨询师陶思璇。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的这段情感故事呢，是源自一个新闻报道。在2009年的时候呢，江苏省徐州市电视台播放了一期名为《爱的回报》的节目。当时节目播出之后，真的可以说是引起了特别大的一个反响。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了解这一段情感故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期节目。2009年，江苏省徐州市的电视台一档名为《鹏城故事会》的栏目，播出一期名为《爱的回报》的节目。节目讲述了当地一位名叫孙东的小伙子身患白血病，他的女朋友杨红艳在男友身边不离不弃照顾他，直至小伙子白血病康复的感人故事。节目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节目播出后，孙东出院回到家中，并在今年春节前和与他共患难的女友杨红艳领取了结婚证。杨红艳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结婚才3个月，两人的婚姻却出现婚变。这里是追风8090，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湖南卫视新媒体精英网上去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那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红艳。红艳你好。其实刚才从那个我们看的婚纱照上就已经体会到红艳是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那我觉得那样的一段爱情故事的话，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有一个特别幸福和美满的一个结果。那你现在来到8090是有什么问题了是吗？因为孙东病，就是做完移植春药了之后，就是我们领了结婚证嘛，嗯，然后领完结婚证3个月是，就是孙东的变化，让我觉得很伤心，没想到他有了第三者。原来杨红艳和孙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认识，后来杨红艳从江苏回到甘肃家乡读书，分开3年后，孙东意外查出身患白血病，杨红艳听说后毅然辍学，来到孙东身边不离不弃的照顾，直到孙东治疗成功。孙东出院后，杨红艳主动提出想和他结婚，可是孙东怎么也不同意。孙东，你的病也好了，康复了，我们结婚吧。不，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一定要嫁给你。最终孙东经不起杨红艳的再三坚持，终于同意和杨红艳领取结婚证。原本以为幸福生活就此开始，可是让杨红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结婚后仅仅1个礼拜，杨红艳的手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这个女人是谁？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你原来有喜欢的人了？我们早就认识了，我一直没告诉你。你对得起我吗？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你，你怎么能够喜欢别的女人？孙东竟然悄悄有了别的女人，杨红艳却一直没有发现。面对不断的质问，孙东索性向妻子提出了离婚。你告诉我你自己，因为我觉得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挺准的，你觉得孙东爱不爱你？就是从他有病件走再回来照顾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连点感觉都没有，就是经常就是给我发脾气。就是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他也没有生病，彼此之间可能有点好感，可是并没有挑明，然后那个时候你是感觉到他应该是喜欢你的，是这样吧？但是后来你到他身边来照顾他，他是个病人，他的脾气变得比较暴躁，你就觉得他并不喜欢你，是这种感觉吗？那你有没有问孙东呢，问你的老公这个人是谁，是怎么回事？我追问过好多次，他说是他女朋友。他就直接告诉你是他女朋友啊？是的，然后他说他一点都不喜欢我，让我离开他。不喜欢你啊？那他干嘛跟你结婚？结婚一个礼拜就告诉你不喜欢你？你有没有问过医生是他的病情有复发还是怎么样？他有没有什么别的负担？他的病情还在恢复之中，就是还在吃药吗？就说他不是因为病才编造的一些什么样的谎言？你觉得不会是这样？不会的。那现在你们结婚一周以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事，他是什么态度呢？他就是每次做好饭的时候嘛，然后叫他吃饭，他下来没想到就是到桌子面前大发脾气，把连饭桌都掀了，把盘子都砸了，然后就打我。结婚之前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能够形容下孙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但是就是在我们没办结婚证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到他这么好的人。可是结婚之后180度的大反转，是不是？那现在呢，他还是要坚持跟你离婚吗？还是的。那你到8090，你希望我们为你做的是什么呢？希望能挽回我的这段感情。即使他现在还是那么暴躁，还是会动手，然后或者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存在，你都还希望跟他在一起？我从小的时候奶奶经常告诉我，做人嘛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唯有感情我放不下。唯独感情放不下，对于杨红艳这个内向且不善言辞不善表达内心感情的女孩来说，这段让他如此执着如此放不下的感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孙东性情大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孙东所谓的真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红艳与孙东这份患难与共的感情从开始到现在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她老公很自私。我想问一下委托人，当时领结婚证的时候，就是你现在的丈夫是不是身无分文，然后生活不能自理？是的，那时候他就是他们家是很穷的，然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孙东真的好可怜。这听起来有点像他的丈夫为他逼婚成功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你丈夫在这两年之间还有联系，而你自己却全然不知呢？对，他在医院的时候你应该是24小时都在，比如陪住啊，在照顾啊，是不是这样？他应该没有机会见任何人呢。我确实没有看到有女的跟他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而且他有没有跟外界这个联系的方式啊，比如说手机啊，这个短信啊，通过打电话短信什么的，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医院住院嘛，因为所有的钱都给他治病了。就是他的手机那时候也停机了，对不对？对，是停机的，没有交过话费。那就更奇怪了，那怎么为什么就莫名其妙会突然出来就出现这么一个第三者，然后莫名其妙说他这个你老公爱的就是他，
我就觉得，所以我也觉得很多疑问。那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大胆的猜测，就是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是她老公很早之前就认识的，只是说一直我埋在心里，我没有去表达这份爱意。有一天，就是我突然可能我病好了，我觉得我有资格去找这个女人了，我才去找的她。而且两个人有可能是一拍即合，然后马上就觉得哦，她才是我要找的这个女人，原来我老婆不是。我倒不同意大家说，就是她那说她老公那么自私，完了那么就是为了找个保姆，我觉得不至于吧。我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去形容这一种付出和这一种爱的表现。那所以假如说他提出要结婚的话，我再闷闷不乐，我再自己接受不了，我再不爱他，我出于报恩，我也可能会没有选择呀。至少在结婚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还是有诚意的，只不过可能在一起最后没有办法。起死回生的孙东当初到底基于怎样的想法与杨红艳结婚的呢？结婚后又为什么要闪离呢？我想问红艳，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给过你信号和你好吗？比如说你俩拥抱没有，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行为呢？从来没有过。在这之前一次都没有过。是的。那你爱他干嘛？他也不爱你。我觉得他还是很爱我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真的他很爱一个女人，喜欢一个女人，他至少可以给她一个拥抱，那种温暖是不一样的。对，我也是对这个事情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如果说夫妻生活那个可以规避的话，那至少拉拉手是可以的呀，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一个拥抱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你们之间连这个都没有？所以我就认为这段婚姻绝对是没有诚意的，他根本都不愿意，何来诚意之说呢？他是被迫，你这样说所以 我不相信。或者把他别把人想的那么坏，也许这个男士感觉很爱这个女孩，也不想今后的生活他就是再好能好到什么程度，也不想伤害了这个孩子。那就假设来个小三儿，来空中下来一个，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不想伤害他爱的这个女孩，这也可能有些东西不一定。反正我就是说我全都是我的，我都得到手里就是我的爱，放弃的也是一种爱。可是我不明白，因为对，因为这个女孩是爱他的，如果两情相悦，干嘛不在一块儿，要让一个小三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未来的发展不知道什么样，不可能就说就好的好的彻底。如果我现在喜欢一个女孩，我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男士，可是我还是要爱她，为了这份爱，我也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很优秀的男士。是吗？是。但是假如有一天你发现你变不了这样的优秀的男士，那么你是不是要放手让他过三个月就辨认不了吗？一个礼拜。我觉得你不是他，我觉得你不能够就是这样。我也没说他，没那个境界，你也我没说他绝对是有诚意的，我也没说他是愿意的，但是至少在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有诚意说服自己，我还是压力也好还是感恩也好，他甚至在尝试用婚姻，哎，我愿意去有诚意的去接受他，我希望可以在一起过。有一种人生状态叫无奈，我觉得挺无奈的。然后如果说用婚姻去回报一段恩情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方，是不是最坏的方式。他有什么选择？不然呢？一定不是最好的方式。不然呢？他有什么？除了他的人是他想要的，他还有什么？而且我觉得婚姻是一种承认，至少我跟这个女人是有过婚姻的，哪怕是一天，本质是不一样的呀。孙东真的仅仅只是用婚姻来回报杨红艳对自己的照顾，而心里早有所属吗？孙东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怎么去争论啊，有一点刚才雪晴说的也是对的，就是你们不是他，你们不是孙东，所以没有办法去完全猜测孙东他这么做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法替他去下这个定义。那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组的编导呢，其实在节目之前有联络孙东，我们没有想到孙东是特别痛快也大方的，很勇敢的马上就说愿意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红艳讲，所以我们掌声有请孙东。那孙东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现在还正在康复之中。正在康复之中。那像这样子的录影，包括到外地来，比如坐飞机什么的，医生说可以吗？还可以吧。是可以的哈。哦，那我们就放心了。这两年他帮你治病的期间，你把他当做什么呢？妹妹，当成妹妹。一直当成妹妹这两年，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一直把你当男朋友的？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吗？对，还没去吧。那两年以后他有跟你提出要结婚的时候，你有很吃惊吗？吃惊，但是我当时拒绝他了，但是他一直坚持要和结婚。他说跟你结婚你拒绝了。对，他坚持要跟你结婚。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知道许多电视台不是有做你们的节目吗？做节目的时候一直说你们是男女朋友吗？你当时没有，也没有否认，对不对？否认了，但是
看杨红艳，看杨红艳那种表情啊，我都暂时给这个徐鲁电台答应说是男女朋友。所以那只是一直怎么说呢？只是一时没有办法对这样说而已。那后来他坚持要结婚，如果你一直把他当妹妹，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的话，你怎么还是最后还跟他去签了这个结婚证书呢？因为想了他，像我患这种不野病是治不好的，因为他杨红艳费了这么大力，帮助我治好了病，治好了病，嗯，回报他。你想回报他？对。那既然回报了，跟他结婚了，怎么一个礼拜就现在又要离婚？为什么？没想，但是我这病已经好了，也应该去找到自己的真爱，去找到喜欢的人。杨红艳费了这么大力，帮助我治好了病，治好了病，嗯，回报他。你想回报他？对。那既然回报了，跟他结婚了，怎么一个礼拜就现在又要离婚？为什么？没想，反正我这病已经好了，也应该去找到自己的真爱，去找到喜欢的人。因为我给他结婚只是一个给他的回报。孙东真的只是为了报答红艳的恩情，真的没有一点爱情的影子，仅仅只是把红艳当做自己的妹妹吗？看来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杨红艳的自作多情，两人的婚姻也不过是孙东用于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东是在利用这份婚姻，而他自己心中已有真爱，只是真爱的人并不是那个不离不弃照顾自己治疗白血病的杨红艳。我觉得你很奇怪，我之前想，哎，你可能是为了报恩然后跟他在一起，然后可能是考虑到在一起确实不合适，或者是自己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才离开，结果你是因为你病好了，完了要追求自己的生活，然后就因为这个为了自己。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更气愤的就是刚才听到你说的话，他照顾你两年，你竟然不知道他对你有意思，而且在这两年当中呢，红艳是就是四方求助，他求助的方式就是声称你是他男朋友，我觉得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对你的心思。他扶着我两年时间，但是我只是把他当妹妹看，主要给他是。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如果你早告诉我的话，我就只把你当我的哥哥去照顾你，我不会去。你也没向我表白，你也没向我暗示。对你所有的感情，我给你根本都摸擦不出来爱的人的火花，我只能把你当成妹妹看。你妹妹能那么照顾你吗？只有你爱的人才那么去照顾你，你知道吗？啊？所以其实不说了呢。所以其实我想接着肥妈的话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即便他没有讲过，你一定可以从他的行为当中觉察出他对你的爱。你在被他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心里面有没有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份感情的？没有。没有吗？没有。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多说几句话了。我觉得就是说，所有人都在指责孙东，然后也在指责整件事。因为当他生病的时候，当他身无分文没人照顾的时候，没有别的选择，选择让红艳照顾自己是他最佳的选择。所以他一定会心然理得的去接受这份东西，他这时候只有二次报恩，在二次报恩的情况下，他又是身无分文，又是没有任何能力来报答这份恩情，那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我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他就用自己的这个婚姻作为他二次报恩的回报给了红艳，但是他回报了之后，他发现这种回报将付出他的一生，他觉得这种回报太大了，所以他这时候准备回头。孙东竟然真的只是以婚姻作为报答杨红艳的一个方式，他对杨红艳毫无爱情可言。对于孙东这样的解释，杨红艳是怎样的态度呢？怎么了？好，不哭不哭，然后慢慢讲。你第一次听他说只是把你当妹妹，然后为了报恩才跟你结婚，第一次听到什么？我以前的时候从来没有听他这样说，反正我们也没有把有些话挑明嘛，反正在我心里面他就是我的丈夫。你大概说了多少次要去结婚他才跟你去？说了有好几十次吧。我说虽然我们不能办美好的婚宴，只领个结婚证，但是我觉得也很幸福。说了好几十次，然后他才不得不去跟你结婚，你还觉得你们能过得幸福？红艳，你放下来，你是一个大学生，我是一个中学生，我们俩思想和追求都是不一样。但是你的文化，就是包括你家里面还有个小孩，还有你收养的妹妹，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他还有个小孩啊？是的，我都把他当自己的小孩看待，我从来没有嫌弃过。能告诉我孩子是？孩子是我亲戚的。你结过一次婚？对。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跟你。那你这样子一辈子要结无数次婚吧？上次这我又牵起了，这是父母给包办的。
我想说，实际上有两个字可以叫拒绝，你可以拒绝他，你也可以拒绝那个女人啊。原来，孙东在杨红艳回家乡读书后就已经结婚，有过一个妻子，并和妻子生了一个孩子。在孙东被查患白血病后，孙东的妻子选择了离开，并且将嗷嗷待哺的孩子也留给身患绝症的孙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红艳从家乡甘肃回到了孙东身边，开始照顾孙东治病，并担负起了照顾孙东孩子的重任。没想到坏了的却是孙东爸爸他这个妹妹。但是不管他现在怎么说，我还是很喜欢他的，还是希望和他在一起。我觉得红艳呢，你是爱得太盲目了，有点钻牛角尖了。你现在你连事情还没完全弄明白之前，你还要再下定决心一定要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爱他一辈子。是的，我从小就很固执，我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去爱一个人，只要我确定错了我就不会放手。傻姑娘，我告诉你啊，这种男人你不值得去爱，就这样男人你还爱他？我告诉你，我喜欢他。而且我想说，那个孙东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孩这么喜欢你，其实很难得。一个女人这么年轻的时候为你付出了两年的时间，这个女人有多少个两年可以去浪费掉，你有没有想过？而且你跟她现在离婚，她就是一个离婚妇女，一个离婚的女人多么的再找一个新的幸福，你知道吗？你耽误她的一辈子，不是说这几年的时间。一个女孩子嘛，她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她，如果反正不管，如果就是他不愿意我还是坚决的要和他在一起。你告诉我，你现在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是真的觉得我很爱这个男人，他真的很好，我放不下，还是有没有一点觉得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这所有的两年的青春一直都是在你身上的，然后我曾经那么的照顾过你，我付出了太多，而且所有人也都知道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把这段感情坚持走下去。这些是另一方面，主要的还是我很喜欢他，很爱他。孙东，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在他照顾的那段时间，两年嘛，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很感动？对。那期间，你有没有曾经有一瞬间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很值得你爱的或者喜欢的女人，有过吗？没有啊，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对于杨红艳，孙东根本就不爱，不管杨红艳曾经为他付出过多少艰辛。现在看来，杨红艳对孙东的这份感情近乎偏执，却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对于当初两人那份感天动地的深情，对于杨红艳对自己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照顾，难道就真的不曾有一点点打动孙东吗？难道孙东真的只是在利用杨红艳的感情来照顾自己吗？这样，我们先来聊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红艳不是给你筹到了钱吗？对。那当时整个手术的过程顺利吗？顺利。顺利是吗？对。这样吧，因为我们大家也有都一直在说红艳照顾他两年嘛，那其实我们当时照顾的那一段时间，电视台有去拍了一段节目嘛，我们有那段 VCR。 孙东，你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当时那段的日子好不好，看看红艳是怎么对你的，好吗？好，我们一起看一下。2008年4月，23岁的孙东因为身体不舒服，在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他来的时候呢，这个主要表现呢是一个脾脏大，胸骨有压痛体检，然后呢我们做这个相关的检查以后呢，包括骨髓，包括染色体，包括融合基因以后呢，诊断呢是一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白血病的话，在我们临床上讲就叫这个难治性的白血病，那治疗起来就困难很大。配对成功的这个几率大概有多少？骨髓呢，如果在同胞的里边呢，大概在25%，但是如果像非血缘的话，比如说在中华骨髓库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慈济骨髓库找的话，大概在1%左右。微乎其微的配型成功几率，高额的治疗费用，这让孙东家中的每一个人几近绝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秘女孩突然找到孙东，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孙东的重任，她就是杨红艳。她一直是在照顾他，每次来都是这个小孩陪着来的。我觉得他最起码用我们话来讲，他比较重情义吧。我觉得如果他能留下来照顾他，这就是一份真情，所以觉得很感动。可能对着这样一个病人，很多女孩子会认为他是一个负担，就是给东东买饭吃，给东东洗衣服，给东东洗脸了，给东东浇点手指盖子了，这么一下连我到那只能送来给他吃的话，他的一下地位都比我那好多了。
杨红艳不过是个21岁的女孩，可是照顾孙东却显得非常细心。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杨红艳不仅没有离开，始终坚持着照顾孙东，甚至为孙东筹集治疗白血病所需要的近50万费用。红艳为孙东筹款的事情在江苏徐州当地广为人知，人们开始被红艳的执着和善良深深感动。他来说这个事声泪俱下，流泪之后呢，他跪在我们韩总的面前说，求求帮助一下孙东，他这种精神，他这种品德是非常高尚的，所以他这种品德感动了我们老板，也感动了我们中原木业的每一个人。我们听说这种事情以后，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认为很感动。年轻人嘛，能有这样的感情，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真的，特别在于当今社会。也许是红艳的执着和善良感动了上苍，就在红艳和孙东都感到绝望时，红艳终于为孙东找到了匹配的造血干细胞，也就是救命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慈济骨髓库。大家好，我是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记者刘真真，这里是位于台湾花莲的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在接到来自江苏徐州的骨髓检索申请后，慈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超过32万笔的资料中进行骨髓配对工作。一位来自台湾的骨髓捐赠者在配对成功之后，经过6个多小时的周边血采集，成功的抽取造血干细胞。这份来自台湾的爱从慈济启程，去到江苏徐州，为血癌患者带来重生的希望。2009年6月11日晚上，与孙东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终于从台湾花莲顺利抵达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晚，医院血液科的医生就要为孙东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大家好，这里是追风8090。那我们也看到呢，孙东是因为来自海峡对岸的，当时是一个骨髓的捐助，对不对？对。然后治好了病。说老实话，有那么多人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包括红艳，你有为此流过眼泪，你哭过吗？有过。是为了什么哭？为了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特别是红艳。特别是红艳，你为红艳流过眼泪吗？有过吧，有过。有过吧？对，有过。那为什么为她流眼泪？因为什么？因为她为我四处奔波救款。嗯。而且还我在医疗厂时候为我做饭，那些还些洗衣服。嗯。对，照顾喝。嗯。我感觉她特别辛苦。你觉得她辛苦，你会心疼这个人，会很感动，你也为她哭过，是这样吗？对。那为什么在你有这么多感慨的同时，你跟他结婚一个礼拜就开始有了别人？因为我给他不是那种恋爱关系那种结婚，我只是回报他才给他结婚的。那既然回报了，那怎么一个礼拜就变了呢？因为我想找到我真正爱的人。找到真正的爱人。那我也听红艳讲了，你的手机有一些莫名的短信出现，是不是这样？对。那短信的这个女主角是你之前就认识，生病前认识的，还是在你生病这2年之间认识的，还是说你结婚好了以后认识的？在生病这2年认识的。生病这2年期间认识的。对。可是她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啊，你们用什么方式联系的？那时候不是手机都没有办法了吗？都是她来看我吧。就是她来看你。她来看了你几次？从住院一直到出院还得有20多次吧，20多次。一个照顾你2年的人，你觉得就是个妹妹，对她没有任何感情。有一个人来看望你20次，你说她是你的真爱。对。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你的真爱呢？因为我给她，在她的谈话中啊，我感觉我非常投入，非常投机。投机20几次，你们能聊出什么来？你觉得很投机？但是我感觉。感觉他这个女人都是我心目中想要找的那种。对方爱你吗？爱吧，爱。爱那2年，他为什么不管你啊？他有他的工作，而且现在我生病期间有杨红艳照顾我。哎，你挺聪明的，你有病不行的时候让他伺候，你真爱的时候你让你这个那个结婚，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怎么分得那么清的？你真那么没良心吗？
所以我不相信你刚才说你没察觉到他爱你，然后你没有利用这份感情。我觉得 你跟这个女人认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知道呢？难道你就一直背叛我吗？没有，但是我能给你。你必须得当着大家给我一个交代，今天。但是你知道是哪个女人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女人在他住院期间这两年看过他二十几次、啊？但是人家都感觉都是结过婚的人吧。都是结过婚的人，其实你也不了解，对不对？给我的感觉，但是我并不了解他们。哎，怎么办呢？红艳真是个糊涂的孩子。这样吧，其实我们的八零九零的记者呢，知道了他们两间的情况以后，有去联系那个女生。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找到她，看看她怎么说好不好？我们有通过电话去找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信。在得知杨红艳和孙东的感情问题后，八零九零的记者通过杨红艳提供的电话号码，与那个和孙东相识相恋近两年的女生进行联系，希望对这份三角恋情有所了解。喂，你好，请问是那个陈杰吗？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湖南卫视八零九零的记者。啊，对，就是关于那个，对，就是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大家好，这里是追风八零九零，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湖南卫视新媒体精英网上去看我们八零九零的节目视频。那刚才微赛当中呢，我相信这个名字大家也都知道了，叫杨陈杰是吧？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一位陈杰，他也是一个传媒的工作者，好像也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你现在能想到是谁了吗？还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好吧，我们有联系陈杰，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来到现场，掌声欢迎陈杰。陈杰现在就坐在了我们的神秘嘉宾区。陈杰，为什么要做到我们的神秘嘉宾区，却没有直接来到我们的场上，能告诉我们是原因吗？有顾虑吗？之前有一些顾虑。嗯。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想和孙东一起面对一切。和他一起面对。嗯。其实我们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在他生病的这两年当中，为什么没有跟他共同去面对一切？因为那个时候一直是杨红艳在照顾他。而且怎么说呢，就是这段感情吧，也不是刚开始就有的。那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因为我觉得孙东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认识他之前，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得的是和他相同的这样一种疾病。所以我当时在病房里看到孙东，当时就觉得从心里面特别心疼，特别想帮助他。因为我知道你在电视台工作，对不对？是的。然后那个时候是你帮助他们联系了电视台，录制了他们那期节目，是这样吗？是这样。那既然你想帮助他们，你也知道红艳对孙东的感情，然后他们两个也结婚了，为什么你现在还能够说真的要站出来说想要去争取孙东这份感情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吧，真的说不出来爱情是什么，真的。这样吧，那个陈杰，我觉得你既然能够有勇气来到这儿，你也说要跟孙东面对这一切，那你介不介意坐到孙东旁边来，让我们大家能够看着你跟你聊天？请原谅，我还是愿意坐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这个小男孩和你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我觉得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没有谁对谁错。你见了他二十次，我承认你没有谁对谁错，可是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我现在看不到跟我说话的这位老师到底是谁，但是我那你可以出来就能看到他。你为什么坚持要坐在幕后？我知道我坐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可能都会攻击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没有，陈杰，你坚持坐在我们的幕后，不愿意让大家看到你的样子，是因为你也觉得自己做错了吗？是这样吗？我想问一下孙东的意见。
陈杰，你出来吧，我们共同面的。对。好，来欢迎陈杰。陈杰，你出来吧，我们共同面的。对。好，来欢迎陈杰。陈杰很意外的同意露面，在面对杨红叶和孙东那段生死不离、患难与共、感天动地的深情时，陈杰究竟因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破坏他人感情、遭人唾弃的人呢？孙东和陈杰，抛开两人外貌上、年龄上的差距，这份姐弟恋，这份所谓的真爱，到底是怎样一份感情呢？而陈杰的出现，更是让坐在现场的杨红艳大吃一惊。怎么会是你啊？你认识他？我没想到会是你。你认识他？我认识他，他是徐州电视台的记者。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么，我真的不想骂你。你不好意思，红艳，真的对不起。你觉得你真的喜欢孙东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他有病的时候你会在哪？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确定彼此的关系，说我们是相爱的，是在什么时候？在2009年吧，春节前后。是他结婚前结婚后？在他结婚之前。结婚之前你确定了恋爱关系，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因为红艳正需要和结婚啊，只能也抱你关系。那当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王瑞，你有话要讲是吧？刚才从所有的 VCR 大家都可以看出，红艳对孙东确实是恩重如山。如果他当时不和你在一起的话，所有人会指着他背后骂红艳对你有多么多么的好，结果你病好了把人家一脚踹开。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人说爱情是个东西，但是爱情常常让人不变东西。孙东现在找回自己爱情的方向，红艳只是把所有的这个一生全部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而且就是我跟你说，这段关系中你就是你有不存在挑拨的关系，因为孙东和他当时之间并没有感情。这个孙东这件事唯一做错的就是他没有坚持到底，他没有坚持拒绝红艳对他就是在婚前就应该不应该跟他真正的结婚，对，那时候就应该拒绝。但是所有人在他那个境地下，又有几个人能顶住那样的舆论压力，顶住那种事情来进行坚持？所以你觉得他是婚后才？今天就能逃过吗？今天就可以吗？那你以后怎么办？这压力需要他们两个人去承担，红艳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难道就要让他用自己的身体回报吗？如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就要付出这个人的一生。但是婚姻是一个责任，并不是一个身，仅仅是一个身体。哎，对不起，我可以打断一下吗？我特别好奇，想问一下陈杰，陈杰，你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蛮喜欢孙东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时间点。陈杰的出场，孙东的真爱，这让现场的8899产生巨大的争议。那么刚刚经历了生死的孙东，对于和陈杰的这份感情又是如何解释呢？我想问一下陈杰和那个孙东，你们各自喜欢对方的是什么？对方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觉得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我觉得那个孙东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淳朴的一个人，而且非常简单。然后他在和这个病魔做斗争，特别是在化疗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般人都难以承受这样一个过程。他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坚强。陈杰，但你知道你这一段叙述的时候，因为我在跟红艳聊天的时候，她偶尔的表情让我觉得她是沉浸在恋爱当中的，因为我真的在你身上我怎么感觉不到。感觉不到一点在恋爱中的感觉。对，我也觉得陈杰你是在讲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同伴的关系。爱情啊，怎么说来都来，就是看我喜欢的人，我心动了，我都应该。哎，我还想问一下二位相恋的你们这两个人，决定说离婚这个消息，陈杰知道吗？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人家结婚以后，听说一个礼拜就收到你的短信，是你发的短信吗？是的。你怎么有他的手机号码？因为是我给的。你给的，你让他发的。对。我特别不理解孙东，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你又说你之前为了报恩跟他结婚，可是你就签完了这个结婚证书，也不过短短一周之内，你就开始让他给他发这样的短信，然后你又提出离婚，你是怎么想的？当时领结婚证书是红艳把我揽去的。你有说过吗？在结婚前你拒绝他很多次，那个时候你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吗？只是我只发短信，只是给他没有什么那种爱的关系那种。你只跟他说我们没有爱情。对。你知道你这样说我很恨你，知道吗，孙东？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没想到你是个夫妻汉，难道我哪一点比不上他吗？为什么你有病的时候让我照顾你，让我伺候你？为什么你病快好了，你让我离开你，而且你喜欢的是另一个女人？说实话，大姐，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在我的心里，你刚开始在我的心里，你是我的大姐，我把你看得高高在上，真的让我没办法说，你知道吗？哎，我想问一下陈杰，假设他今天他俩离婚了，你能马上结婚吗？当时既然你喜欢苏都，你能不能？你为什么不帮苏都？当时我和苏都那么困难的时候，苏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他送饭？为什么不对他那么好？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想伤害李宏愿，但是我有我的理解。不想伤害我，但是我有一个我对你的理解，就是包括最初，当时。你为什么对孙东那么好？可能最初因为是孙东曾经帮助过你，帮助你完成了这个学业，而当时在之前你们俩、就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孙东，我上学的时候孙东帮我了，现在孙东有病我帮他是应该的，我觉得你对孙东的感情很多时候属于一种感激和感恩，真的。报恩，陈杰突然爆出杨红艳照顾孙东是为了向孙东报恩，孙东甚至还资助过杨红艳读书，陈杰的一席话让现场所有人大感意外，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红艳和孙东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两人当初到底是怎样认识的呢？原来红艳十七岁那年，妈妈和奶奶相继离世，爸爸也远走他乡，只剩下自己和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由于家庭贫困，红艳含泪放弃学业，只身一人从甘肃去到江苏打工。在打工的工厂里，红艳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男孩孙东。看着小姑娘又勤快又能吃苦，孙东对红艳这个小妹妹总是格外照顾。来，给你吃吧。谢谢，不用。谢谢。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打工啊？为什么不在学校上课呢？怎么了？别哭别哭，有什么就告诉我好吗？阿妈去世了，奶奶也去世了。在了解了杨红艳的身世后，善良的孙东决定帮助这个小妹妹。在孙东的资助下，杨红艳得以重返家乡继续学业。一年后，杨红艳考取了当地的重点大学，而孙东也一如既往地资助着红艳大学的学费。在红艳心中，孙东是个好人，几年下来红艳也对孙东渐生爱意，可是得知孙东在江苏结了婚，红艳就把这份爱放在心底。大三那年开学，红艳却很意外的没有收到孙东的汇款，而孙东也音讯全无，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在红艳的心中出现。喂，你好，请问是陈楼镇的接待办事处吗？啊，我是杨红艳，我请你们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什么？自杀？白血病？这时的杨红艳才知道，原来孙东竟然是自己之前打工工厂老板的公子。就在这个暑假，孙东家的工厂破产，一夜之间家里负债累累，孙东的爸爸不堪忍受选择自杀，还来不及还清债务，孙东又查出身患白血病，孙东的妻子也选择离开。发生在孙东身上一连串的噩耗，让远在甘肃的红艳心急如焚。于是，红艳毅然地选择辍学，回到孙东身边照顾孙东。红艳，你怎么来了？来，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傻妹妹，没事的。在红艳看来，孙东是好人，好人就应该有好报。
当初孙东对自己恩重如山，如今孙东身患绝症，自己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照顾孙东，为当年孙东的恩情报恩。这一照顾就是两年。那么两年后的今天，杨红艳对孙东的感情，甚至坚持与孙东结婚，究竟是基于对孙东的爱，还是如陈杰所说，误把恩情当爱情呢？那你告诉我，你觉得你对他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是爱情吗？也有恩情，也有爱情。因为我曾经很爱他。你觉得是恩情更重一些，还是爱情更重一些？比例上来说，报恩是第二，爱情是第一。你觉得你爱他？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啊？我的理解就是他对这个孙东是一种非常感激感那种心情，因为当年这个孙东在和他素不相识的情况下，在他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曾经无私的帮助过他，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你觉得红艳也只是出于报恩，不是真的爱孙东？我觉得陈杰说这个话是太没有道理了。你可以说他是因为感恩去这样对他，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道理，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说红艳是因为感恩才跟他在一起的。很明显他很爱他，而且比你爱得多。我觉得因为后来这个孙东也跟我说过红艳的事情，说过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是孙东觉得，包括当时孙东在这个红艳是对你是报恩，是这样？对，因为当时等你来看我的时候，都是有病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说过，说你要是想报恩，想把我当成哥哥，你都留下来。哦，那意思我现在把你的病治好了，你就可以撵我狗带了是吧？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是吧？红艳，你不要这样，就是我们两人是两个世界人，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你不了解我内心想要的什么？那你说一说内心想要的是什么？你现在说出来。杨红艳是不知道的。你说的你心想要的什么？让我们知道知道。你们两个人说一说，还有那个陈杰，你到现在没回答我，你能结婚吗？我觉得这是我们私人的问题。妈，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他，这不是他说谁呀、啊？是我的事情，是你什么问题呀、啊？我给红艳的事情。是你什么问题呀、啊？那你说你俩有什么境界？你说一说，你说出来，让我们听一听。我觉得很多事情，包括爱情，为什么非要在别人？你别跟他装了，你就说嘛，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是一般的，你知道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没有资格做。是我的事情，是什么问题呀、啊？我给红艳的事情。是你什么问题呀、啊？那你说你俩有什么意见？你说一说，你说出来，让我们听一听。我觉得很多事情，包括爱情，为什么非要在别人？别跟他装了，你就说嘛，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是一般的，知道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没有资格做。我不想耽误红艳的青春。你觉得就是因为不想耽误他，才想跟他离婚？等一下，那个，你觉得我们会信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你不耽误红艳的青春，你反过来是不是要耽误这位记者的青春？他不是。他是什么？他不是第三者。你把他都毁了。他不是第三者。啊？只是我。不是第三者，你把他毁了吗？等一下，你说什么？什么意思？你说他不是第三者，只是我在生病时候就是一个记者，我只怕当成。大姐姐，大姐，对，姐姐和妹妹。不，那现在呢？现在呢？现在你是想让他来冒充？我现在也就想让他来冒充第三者，想把红艳。你想把红艳气走？对，想把红艳气走。是你们俩这样吗？是的。陈杰其实不是第三者，孙东结结巴巴的解释是真的吗？他是在为了帮陈杰开脱吗？从真爱突然变成了仅仅只是姐姐，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陈杰如孙东所说不是第三者，那么之前孙东又为什么要欺骗红艳呢？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不能耽误你。你有孩子？对，有孩子。你哎，这样好了，你老觉得耽误他，你把你所有的顾虑口气说出来好了。外表你觉得他比你漂亮是吧？对。然后比你漂亮，学历比较高，他是大学生，你是中学生，特别有上进心，能干。他能干，你觉得自己没有太多本领，然后人家还没结过婚，你有一个孩子，还有孩子，而且我现在正在康复中，还在吃药，而且现在无法去找到一份工作，去又不能有工作，以后生活也没有保障，生活没有保障。那前年医生说，在这五六年之内，我还不能有没有生育。你在多久之内不能够有生育？五至六年，而且还有找小时候领养的妹妹。你还领养了一个妹妹？对，我刚才听她也讲，你是捡到了一个孩子，捡回来的是吗？对，是弃婴是吗？对，是弃婴。
然后我听说那小女孩身体还有残疾，她的脚，她的脚还有残疾。嗯，所以你觉得你还要照顾一个残疾的妹妹？妹妹，对。你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觉得说不能拖累她。嗯，对。你现在说的，告诉我是又想到了一个新的借口，还是真的心里的话？我从内心发自内心说。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刚才既然这个姐姐已经是来骗我们的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一直把她当妹妹，是不是也骗我们的？你有没有曾经过有一瞬间不是把她当妹妹，你心动过？说老实话。有过，有过。自从她考取大学，而且她在她寄信的时候，照一张照片给我。嗯。从那时候。其实，在你没有生病之前，她说你在帮她的时候，她感觉到你是喜欢她的，她说的是对的，是吗？对。那你告诉我，因为红艳有说过她做了饭然后叫你下来吃饭，你把桌子也掀了还动手打她。那主要都是想她离开我，想她走。你是故意这么做的是吗？孙东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拖累了红艳两年了，不想再拖累她更多年？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是说从你内心来说，咱们不从拖累的角度来说，你是不是不想离开她？你还是喜欢她的是吗？对，是的。但是有人敢唱，就是说，有人爱都是放手。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孙东终于承认自己其实爱杨红艳，甚至离不开杨红艳。他与陈杰的这出苦肉计，只是孙东的用心良苦，一切只源于自己的自卑，源于自己觉得配不上红艳，只会拖累红艳。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现场的8899和所有观众都选择了沉默。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大家心中的那份心酸和感动，而善良的杨红艳在得知真相后，对陈杰，对这位恩重如山的姐姐，开始心生歉意。金大姐，我代表大家向对你说一句对不起，希望你不要生气我刚才骂的那些话。在这里我就想说什么，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误会，感情遇到什么样的波折，就是作为姐姐吧，就是我希望你们既然遇见了就不要再错过，既然牵了手就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的走完今后的人生，祝你们幸福。嗯，好，谢谢陈姐。谢谢你。当初就是答应孙东帮那个忙的时候，就是自己也是比较犹豫嘛，但是没想到红艳就是对孙东这么执着，就是找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对于他两个人嘛，年轻人，就是我觉得帮助谁都是在伤害另外一个人，而他们每个人都是我不愿意伤害的。没有梦想到到了这里，是这样的情况，大家七嘴八舌的来议论互怀疑，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怎么办下去了，所以我就这样说的。那孙东，我问你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了一大堆的顾虑吗？这都是你为什么要想要跟他离婚的原因，是不是？对。那你告诉我，从你做出了一切举动想去伤害他，不管是动手跟他动手也好啊，包括你告诉他有第三者也好，你做的这一切坚持要离婚，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态度？你看到的？还是坚持和我在一起。坚持和你在一起，而且他要跟你离婚的话，他就觉得很痛苦，是不是？对。那你现在还觉得离婚是对他好吗？这样的话，你告诉我你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你觉得能让你下决心跟他离婚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不能要孩子。不能要孩子，就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不是？那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病以后也有去采访，就是帮你做手术的医生，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你的身体状况，你要不先听听医生对你的身体的状况的一个解释，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维斯亚。这个没有，这个不存在的，这个移植以后对他应该来讲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走了，他从我们这个出院以后呢，我们也要一直在对他进行随访，他自己也很配合，也经定期来随访，我们从这些相关的检查来看呢，应该是问题不大。听到了吗，孙东？听到。医生在你在住院的时候，虽然对你有这样的一个叮嘱，但其实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医生说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像普通的夫妻一样过你们自己的生活。这我不赞同，因为我现在是收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我不想耽误红艳的青春和他的理想。红艳，你放弃吧，你还是找回你自己的梦想。但是他说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觉得。小孩吧，那么可爱的，就当自己的小孩一样。然后妹妹，虽然她心那么好，都能捡回来收养，我也很高兴，我也很愿意的去再陪这个小妹妹和她的儿子。家里面的一切我
我都不在乎，我觉得和他在一起肯定会有好的结果，一定会很幸福的。不然不管他从哪一方面说，我觉得人只要心好就行，表面长得其实我并不在乎。再说我觉得孙东长得比我还好看呢。你觉得他比你还好看呢？嗯，因为你就如果你找一个长得再好的，嗯，他心不好天天打你骂你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是他前面故意气你的时候也有动过手，哎，那时候你都没觉得他不好？因为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很好，我都看别人都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好，我觉得他永远都会好。此时的杨红艳收到孙东，脸上终于荡漾开幸福的笑容，可是孙东的心中却满是自卑，满是顾虑。那么这对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曾经共患难共生死的一对爱人，真的会分手吗？孙东和杨红艳最终能真正在一起吗？孙东，我想提醒你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观察你对面的那个女孩，你口口声声说你非常的爱她，那当你每次说到要让她有自己的新生活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眼睛就像现在一样一直是看着地板的，只有当她在说到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脸上才有笑容，那个脸是像花一样在开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这种表情的变化。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就让我想到张爱玲的一句话，说遇到你之后我就变得很低很低，然后低到尘埃里去了，低到尘埃我还得开出一朵花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很感人。你说红艳的爱情对不对？黑乎乎的傻小子，我跟你说那么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以后还有什么不能走过去的？只要你俩好好的会走过去的。每一位八八九九都在现场努力地劝说着孙东，大家都发自内心的希望孙东放下自卑，回心转意，和杨红艳在一起。在现场八八九九的鼓励下，内向害羞的杨红艳终于鼓足勇气，为自己的这份感情努力争取。嗯，我想对孙东说的就是，希望他别有任何的顾虑，我从来不在乎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工作。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红艳，你一定要用你，不要用他。用你来说，来直接对话，看他的眼睛。怎么了？看眼睛不敢说了？不怕不怕不怕，加油红艳。我就是想对苏苏说，让他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不管他有，就是他家里面的收养的妹妹还有小孩，他的工作我从来不在乎，我相信我们之间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也会很幸福的。嗯嗯，你要让他相信的话，你至少要先感看他一眼吧。孙东，你牵下他的手。孙东就别忍了，那手都握成拳头了，你就直接拥抱吧。对啊，今天晚上对你说的，就是你还记得在我们，在我移植厂进机场的时候，你对我所说的话吗？记得。而且还有在我们出院的时候，在路上你推着轮椅，回家的时候，我们聊过的话吗？我都没有忘，我都记得。在那我病慢慢的康复了，找到工作，我会满足你心里的愿望，我会。带你去看日出，看大海。哇，我们见证了一对夫妇之间第一个拥抱。哎呀，孙东都快哭了。其实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你们有那么共患难的两年，我们相信你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夫妇的。好好的对待彼此，孙东以后不要再因为觉得内心的一些自卑感或怎么样的去伤害她，好不好？这是一个好姑娘，好不好？嗯，祝福你们好吗？好嘞。我也特别对红艳的有对她的爷爷的内疚。嗯。因为红艳为了我，嗯，把她爷爷留在山东千里迢迢来照顾我。嗯。我这次电台想，嗯，红艳的爷爷说声对不起。嗯，红艳的爷爷是不是？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红艳当时跑出去打工，听说也是因为
是因为母亲去世吗？你说。是的，因为妈妈去世了，奶，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就我和爷爷，我没办法上学，因为爷爷为了我太辛苦了，我不想看到他，让他老人家给我操心，所以我想我出去自己打工，我不上学了，我不想让爷爷为我那么辛苦，那么累。那后来因为孙东的病，你这两年其实都没有照顾爷爷，一直在他身边，所以孙东也觉得对他爷爷很内疚，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去采访他的爷爷，我们有拍到他的家人的一些 VCR， 要不要看看爷爷现在近况怎么样，好不好？会啊，来我们看一下 VCR。了解到孙东的这番心意，我们决定前往甘肃省探昌县鸿雁的爷爷家。从长沙到兰州，再从兰州乘汽车前往探昌县，十个小时的车程，加上眼前连绵的大山，不仅让我们深深的感慨，当初杨鸿雁这样一个小姑娘决定从大山里走出来，不远千里的去他乡照顾孙东，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一路辗转，我们终于来到了杨鸿雁的家乡。过桥我要干活的走了。在家中，我们见到了鸿雁最亲的爷爷，提到孙女，思念与牵挂之情立刻化成脸上的两行泪水。鸿雁她小时候是个很听话的孙女吧？好的。你给我翻译一下过来。哦，去的。你想不想见到他啊？想不想见他？叫不想见到他啊？这个想不到，远的可，远得很，没钱可。鸿雁跟那个小孙的关系您了解吗？他的老，他的男朋友，您知道这回事吗？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嘛。没见过，从来没有见过。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为了不让爷爷担心孙女，我们也决定和鸿雁一样，善意地向爷爷隐瞒鸿雁在江苏的真实情况。我们用镜头为孙东拍摄下这里的山，这里的天空，这里的村庄，这里的一切。这里满满的都是鸿雁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这里就是鸿雁的娘家。从家乡到兰州近十个小时的遥远路途，让从来没有坐过汽车、走出过大山的爷爷望而却步。家人无法来到演播室。采访结束，爷爷委托我们为杨鸿雁捎来家乡的腊肉，满满的都是思念，满满的都是祝福。来，鸿雁，快，好重的腊肉。这是家人给你带的一个礼物，除了爷爷不知道，其他家人都知道了，他对你们还是挺祝福的。但是我是觉得呢，不能老是瞒着爷爷。孙东现在病治好了嘛？对。赶快好好把身体养得壮壮的，养得棒棒的，然后找到一份工作，真正的让鸿雁能够幸福，然后尽快的能够回大山去看看爷爷，因为爷爷年龄大了，让他见见你们，好不好？带孙东回家嘛，好不好？好。我觉得通过今天之后呢，他们俩的感情真的应该会很坚固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幸福。那我知道呢，你们只是领了结婚证。签了结婚证书，但并没有举行婚礼，对不对？是的。那我听说鸿雁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场婚礼，是这样吗？想穿婚纱？想过，但是等我们挣到钱了再说。想挣到钱再说呀？这样吧，我们觉得一定要满足我们鸿雁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么可爱、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所以我们决定呢，由我们8090来帮鸿雁和孙东办场婚礼。留着昨天。
间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思量。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天使替我去爱你，这是一段长达七年的爱情追逐，从越南河内到中国成都。对我来说，能在他身边做他好朋友也是一种幸福的。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对我是感情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默默守候，飞越群山，爱到天涯。我来中国那是为什么？为了谁？我真的想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他在我心目当中没有人可以取代。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可以选择留在中国。那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四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青春少年，三段潸然泪下的纯真爱情童话。如果我知道，可能我不会接受军医的邀请去教他汉语。这一辈子还能再等到一个七年八年的对你这么深沉的爱的女孩子，你应该珍惜。你还有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是你回国。如果我想愿意喜欢他，敬请收看下周一晚8090暗恋。还记得莽撞少年倔强的心间，写在纸地板里做纪念，理想与现实碰面，轻狂的誓言总会等到幸福的情节。